这条这个利川母亲河呢，对我们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段。刚好是年底要整治成功以后要这个落成，所以我们就结合了社区跟这个里办公室附近一些民间团体，就很乐意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，共襄盛举的。今天晚上呢，大家来共同来欢乐节哈。利用这个跨年台南造梦这活动，我们就把它区分一个动态的活动，我们就配合利川落成，这个有提灯活动，还有这个歌舞的晚会，一直跨年下去。啊，今年的话，第一个就是讲土风舞联欢，差不多有二三十对一同指挥跳土风舞，跳到大家欢喜。再来就是讲哦，阮老萨克斯风肚皮舞，啊，过来个阮的盘古太古了。我想要看表演，我们一起给这些美少女掌声加尖叫好吗？再来就是我们的提灯嘛，提灯也有的、就是讲，阮设计的安尼哦，我大家怎讲，咱的社区水准就是做像安尼，后盖起来就是遮水。另外呢，我们也有一个静态活动，总是过年嘛，喜气洋洋哈、哦，有这个春联活动啊，还有这个一些名家的书法作品展览，我们都一一陈列在这里哈、哦。因为我们这个跨年。关的小铺唔捌做过，当然啦，讲讲有第一届了，我希望讲会当延续下去，一档一档一档做搁较老热的。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说，我们大鸿社区提升它的文化素质，更大的期望，凡是市民，我们都欢迎他来参加，来共享啊大鸿社区这样努力的成果。刚好就利用这一次这个台南造梦。我们大鸿来圆这个梦。